投了又三分之二局，拿到了第五次的救援成功。哦呦，好球啊！紫川，对啊，陈冠希这样，这个不需要，真的不需要，不跳，不跳，不跳，这个是会被警告，甚至会被赶出去的。对，这个划不来。我们的裁判哦，太客气了。对啊，这个其实这种你底下个尾酸。对啊，靠，差不多给我挂出去。对对对，这个已经其实有点超过了，我们平心而论。如果在划线，而且等于是质疑裁判那个眼神，今天不是第一次了。对，那不必啊，这个应该都要适时警告了。那如果真的有这个举动，其实要赶出去是比较好。打击的林志胜，这时候呢是。打了一个中外野方向的安打，今天个人的第二支，国权队呢五支安打，他就占两支。球压的还蛮低的，林志恩今天打击的状况还维持得不错。嗯，接下来轮到的打者呢，原本应该轮到左打的郭彦文，这时候也换上了林正义。林正义两成一的打击率，上垒率是两成五零。现在是一出局一再垒。去管垒上的跑者了。Closer 就是针对了现在的打者。球数现在是两好球一坏球，塔马斯除了有球数之外，其实主要的还是他球轮压得非常低，这一点哦对打者蛮有杀伤力。球数现在是投手领先，这个球是个擦棒界外。今天呢，彭正明有两次高飞牺牲，打平中华职棒的记录。日本职棒，1960年也是名将丰田太光有一过单场三次。那另外1996年广岛的名将野村千鹤朗也有单场三次，这应该也四次应该不太容易了，两次都不容易，一次哦。有时候一整季有些打者一整季都没有打高飞牺牲打，大家也可以去联盟官网去查一查，不是那么简单。球打到了右半边的一个界外，现在啊，南门狗最珍贵的就是出局数了。这个只要还有这个蜡烛的那个火没灭，都还有反攻的希望。就是最后一个出局数没有被抓到了，那个攻击的一个串联还是有机会。没错，现在是二垒有人。现在是两好球一坏球，塔马斯昨天有出来投球19球，我还 OK 了。今天等于是麦格伦投8局了，他只要投最后这一局。哎呀，好球啊！应该是一个滑球，从外面拐了进来。都被三振的人次也高达了9个打席啊！哦，这也不好判断，真的不好判断。你看整个球的飞行轨迹是在外角的坏角，最后接球的地方哦，看似好球，但对打者来讲，那个球离他的身体太远。95%的时间，这个球是在坏球的位置。对。接下来轮到中成佑，今天前三次的打击并没有。安打有两次被三振，现在二垒有人。
要在一个人能上垒哦，追平分才有机会站上打击区了。一直在外角的地方管，所以这球哦，真刁钻。开始这么远，居然能慢慢往内跑。那这是左投手面对右打者那个滑球的效果，所以我们常讲才会有这个什么走后门的这种情况。是，这球挥空，现在形成了良好球没有坏球。中成佑呢还要想办法上垒，不能够断在他这个棒次啊，才有反攻的机会。来方的是洪晨宇，我球数又让汤马士呢取得了绝对的一个领先，挥棒落空，三振了钟成佑，也结束了这个半局。中场呢在两队三连战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呢，这个兄弟相对最后是以5-2三分之差呢击败了蓝明哥桃园队，赢得了胜利。